一天侧西刀安装视频，打开机器去下针板。先将连杆轴固定到机器上。再用螺丝对齐连杆轴的平面端。刚刚那一个螺丝的那个铜头位置。然后拧紧螺丝。调试螺丝到合适松紧。把连杆套入连杆轴。这个它插进去，它刚刚那个指的那个环那里都要对准里面那个螺丝。垫片是否安装要根据机器型号来决定。过里面的话就要垫在里面，有一些不用垫。然后来固定立体刀，前后两颗螺丝提前预紧之后，还需要调整刀口位置。先预紧，不要上紧。看那个刀口，然后调手轮，然后去高点，看这个刀口的开合。调整针头的最高点位置。上针定下针吗？上针吗？压到上针位置。上针位置。然后对齐 VT 刀口闭合。真的，就可以上紧螺丝。就可以上紧螺丝了。装好刀片，记得要套上吸风管。最后再把针板安装回去就完成了。就安装完了。安装完成。